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 UD Plus Coin 的 Air Suspension System。有别于传统的 Absorber 设计，它是用风球来提供有效的 Suspension 来保护货物。这就是风球，上面写着 TRS220， 这两螺里有用到八个。当你要买风球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提供风球上的号码给我们，我们就能够提供准确的风球给你。除了220，还有250、180，一共三种主要的大小。这个是 E-Cast Valve， 用来控制风球的。它的全名是 Electronic Controlled Air Suspension Valve。我们转过来看看，当你要买这个 Valve 的时候，要去哪里找它的号码？它的号码就在这里，这个小小的铁牌上面。